say được giữa thành phố một đêm vàng, giữa ánh đèn được hiu hắt từng tư vắng. Mê đi xin xin, quả thật bắt đầu là chấm mê đi xin xin đó, mà sợ.兄弟们，你们看我的直播那个界面叫什么？魅力星星，我操！我现在这个标签只要每个月十万礼物才有这个标签嘛？操！你妈的，王总跑来买单的来了，小八，哎呀，烦的一逼，真的，操！废物！我再买一把，我是狗，好吧，兄弟们。真的，存着吧，我只会，我一晚上只会买三把，兄弟们，多了肯定不买的。没有必要买，主要是咱们这个实力也不需要买啊，就买三把就行了。Straight reading, gonna make the place shake, keep your face grinning, stay winning, whether you say or sinning, keep swimming and don't drown, gotta bring the new self. Fuzza 玩的还可以啊，感觉目前来说。
这要卡我干什么？这么紧吗？发力了呀，这些逼！菜包都来了吗？现在回来不就我一个播吗？回来不就我一个播，没人播了，兄弟们。我看弹幕，怎么可能不看啊？我断网了吗？我操！我的妈，都不能成菜吧？哎，这个单门就好了。哎，这都应该单喷的了，鸡巴。哎我操，哇，这都是输，真的不稳，像啊飞车，不然的吧，你们猜应该多少，这都能失误的吗？不然我感觉应该可以跑55吧，对吧，很有机会跑55啊。哎，这把很有机会跑55的，真的，这把是加的细节。欢迎王哥。我们玩的就是激情，玩的就是心跳。重生来了，重生来了，
那个是张厂啊，前面那个他开头说怼我啊，我看看能不能拉近距离。这是他的网图，不好怼啊，距离太远了。找个宝石，高手就高手啊，稳如狗。哎呦，我把风尘怼到床上面去，他失误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没有，没关系，福袋已经开了，福袋已经开了。看一下意义意义的这个兄弟们，这个叫意义意义的。恭喜这位兄弟啊，请你一分钟之内将两张截图甩过来，直接领走咱们今晚的第一波夜宵。啊，谢谢柚子啊，谢谢柚子的扫六，恭喜啊，恭喜今天第一波中了鸡腿的朋友啊。啊，没中的朋友别亏心啊，我们继续。这把跑完出来再发，这把跑完出来给兄弟发一个，先别急啊，兄弟。没中的也不用灰心啊。啊，你解释一下我跑车，他们问啊。啊啊，发了以后抖音一号发在群里面怎么回事？垫底啊？怎么发？给兄弟们解释啊，咱们现在玩的是垫底赛啊，然后呢，房间里面呢是咱们跟 QQ 飞车目前国服的几个现役车王在玩啊。里面呢有黄国发、裴训文、关嘉欣以及封神、江张闯，还有咱们的国王封尘。咱们呢是最后一名的情况下呢，就会在群里面发一个抖音一号，剩下的五个人抢了。所以说咱们只要不是最后一名，咱们就能把把抢。没关系，现在才刚开始，还能追。我第一下头变第四名。我就说简单一点嘛，如果是埋单那一名，就在群里面发一个抖音一号。对，说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就说白一点嘛，就是一百一千米。说详细一点，你背的说的这么复杂。说详细一点就是给兄弟们解释一下，解释清楚一点、啊、最后一名就输一千米，不要再问了啊。那个发过来了没？ OK， 发过来了是吧？哎，捡了一个超级大礼包！世界冠军江张闯就是不一样啊！封神歪了，看一下前面他有没有氮气，因为他没宝石。哪个第二也不赖了，你背的，来，激情四射，怎么回事？来把第一给你们看看，把点赞给我搂一搂，切断。松紧超级飘，放着氮气，射身过来，顶住，牵引，再牵，对吧？路线快的真的快，来个三分，放气，有气就放，甩尾漂移，卡过来，气放掉，哇哇，六个人都在抢弯，都在争，射身，放气单喷，顶住，甩过来，无尾跑法。好宝石，如虎添翼，给我飞起来，起飞，甩尾，放气，拉个双喷，牵引，雪山遗迹，山雪游龙，只要带雪的地图，我哪个不是我抖音封神称王？来，超级飘，好，好，一波三喷。
就这，这把我肯定要刷新国服记录。记录我是包刷的啊，这把不刷我吃屎。1分19。一九，你看不起谁呢？最早18，我说的最早18。19、18，哈哈，我得见了吗？刷新记录啊，也是一把刷新的记录。记录，对，主要呢2万的德币福袋没有参与的参与一下，兄弟们，才3个人参与啊，都是富二代啊。哎，怎么了？老头买单了。这老头不仅买单了，老头未完成啊。恭喜风彩哥，恭喜风彩哥，恭喜风彩哥，几级买单？我的一把不一把就是我啊，现在啊。OK，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老头终于买单了。哎呀，给我收！对，不磕就18了。不磕就十八了，是的。他弹窗了，又弹窗了啊！人家一买单就是弹窗啊，真搞笑。感谢漂泊者大哥续费的一个会员啊，感谢。谢谢漂泊者大哥续费的会员，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谢谢。谢谢你一直以来支持，谢谢大哥，谢谢。那么可以给榜一大哥点点关注啊，这是我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好大哥啊，谢谢大哥，谢谢。感谢大哥。OK， 战歌已经响起。防卫。好，你不对抗，穿过来，放弃，跟住。这江老师游戏就放了，他扫个气啊，他扫个气，看看我的操作，他提前飘，看我的操作，直接放气，拉个双喷，直接超越，侧身放这单气，拉个双喷，啊，单机都被我算得死死的，我没有放弃是因为我能隐忍，稳住了，现在我拿到第一，我就要全程的稳住，来老头，50岁了，会不会跑飞车了？来追我来，小老头，你的风采还是很强的，侧身。切断，确实松前卡进超级飘，拉个双喷，跟着跟着拖过来单喷，路线路线注意好，单喷3管燃气，你怎么超我啊？无论你是无冠王还是国王风采都不行。后飘单喷，侧身，给他拉过来，牵引，发个双喷，再来一波甩尾，侧身，这把记录应该是刷不掉了，这把刷不了了，应该是刷不了了，34的神机，35了，33、34，给我刷掉它，刚好啊，成绩持平啊。我的记录是1分34.87啊，我跑了1分34.80，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有点延迟啊，有点延迟，差不多。OK， 宝石是疯了，还行啊，还行。差点刷新记录，差点刷了，差点刷了。石油满了，黄果帕，6块。